给你绝无仅有王菲上综艺节目的画面。在香港之前目前最受欢迎天后级的人物，那是谁啊？王静雯。大家好，来请接受我们歌迷的献花。谢谢谢谢。哇哇哇哇，你冲上金斗金锅桥主谁力。王静雯是本名吗？艺名？王静雯是艺名，本名叫？本名叫王菲。奴才参见王菲。王菲，来来，免了免了。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表演一些才艺给观众们欣赏一下？唱几句。我有点放不开。拿出穿内裤的精神来。又内裤，说错了。三角裤，对不起啊。毛的三角。啊，毛的三角裤。飘不可能是我，凌凌着了火，偏偏不明白我，仿佛表情做错，扮信着了魔，通通不原谅我。如果说话这样奇，故事太卖力，不要管那是非，胡乱来做戏，看笑如满天飞，请放过我吧，太自我太不羁，观众，你不得不佩服我们这个节目，我们真的有这些画面，好绝无仅有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他的那个样子，真的是好脱俗哦。嗯，希望他复出了，举手。快，快，第一个。哎，真的啊、哦，真的觉得他，多华希不希望他复出？应该要复出啦，这种人太难得了。嗯。因为他这种声音，你要再找到第二个，而且这种个性，这种。传奇的人物是很特别，而且他现在还是很特别，对对，他还是很好的，对啊，而且说实在，基本上他现在好像有去拍什么洗发精，对，不过他已经相夫教子了，就是对，我觉得大凡他们这种人，就是他真的可以放下，我觉得王菲真的是为爱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，对对，真的是，我觉得为什么三段都有，第一段听说跟窦唯，他在家里是要把屎把尿的。要倒夜壶的呀，窦唯是不能自己来的。北方人，北方人就是比较认为这是女性该做的，大男人族，每天回家是要倒夜壶的。啊！而且因为厕所很远，他要跑很远，啊，这事情他都做呀。第二段呢？第二段是。我觉得这个姐弟恋，问一下国华老师好了。就谢霆锋，对那段，其实那段其实很多人虽然不看好，但以我们角度来看，他觉得这是王菲嘛。嗯，王菲就是敢爱啊。对，敢爱。第三段的现今，我想他的婚姻是很多人给予祝福。了解。毕竟两个人真的是相爱。不过 anyway， 我觉得我们也尊重王菲，不要逼他了。他如果找到快乐最重要，对不对？他能够活得平安快乐。他应该还是要唱歌。对。但这是他的天命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呢，在美声中开始，也一定要在美声中结束。所以我认为真正能够表现出你的最高实力的一首歌，叫做《I Will Always Love You》。We need you， 这首歌才是真正中第一把的人要做的。哇哦哇哦，好不好？不然你站起来在这边唱。好，然后我再要唱到 end， 然后我就说，那就关灯，然后走了吗？好不好？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中跟大家说再见。国人都叫好，我会给你非常多珍贵的画面，非常多你意想不到的开心。希望每天锁定好，来 ，I will always love you， 美声，希望有一天变天后，来。Be the sweet memories。That is all I'm taking 南京的这封 with me， 未来二十六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八点，不要看。 Please don't cry， We both know I'm not watching you， You